中啊，艾辰你居然饿到连木炭都吃，有没有这么饿啊？哇塞，这场戏是拍了五个月难度最高的一场，我也牺牲啊。那个炭吃下去会不会死啊？不会啦，不会啊，木炭不会啊，就别担心，好好演出你的天兵角色吧。新兵日记超爆笑集锦，保证你笑开怀。叶公大头。